我，使我情堪难处，黯然心靠。
无人更深的谷，敞开双手，扬声欢呼。因你相信我，使我情堪难处，安然心靠。无人更深的谷，敞开双手，扬声欢呼。因你相信我，使我情堪难处，安然心靠。无人更深的谷，敞开双手，扬声欢呼。举双手降服我全所有，你慈爱牵引我投入地怀中，我一生紧抓住不放手，你心事永不变到永远。怜悯的心，在圣经里面，神的话告诉我们，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神要我们常常存着怜悯的心，去帮助一个人，不是为了他能够给我们什么回报，而是因为他有需要，他需要你的帮忙。当你带着一个怜悯的心，神就常常更加的赐福给你。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说到一个公主，她叫做安德尼，从出生开始她就住在王宫，她住了14年，觉得非常的无聊，她一直很想离开皇宫，去到外面看看这个世界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有一天早晨，他趁着花园附近没有任何人在那里守门，那个门半开着，他就悄悄地溜了出去。一路上他所看到的东西都使他感到非常的稀奇，又那么可爱，真的是叫他眼目迷乱。当安德尼公主逛了半天，她的双腿已经很酸，肚子又很饿，可是当他摸一摸他的口袋，天哪，他发现他一个钱也没有。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一个快乐的公主，这个时候突然他就变成一个孤独无助的流浪者。他沿着街道走过一个店铺又一个店铺，他就停在那里，他就问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吃，有没有一个面包呢？这个店家说这里是裁缝店，没有面包。他失望的又到下一个摊子，没有想到那是个报摊，坐在安乐椅上的老人摇了摇手说我不卖吃的。安德尼公主低着头一直走一直走，进入了一个小巷，终于发现有一家卖面包的。很幸运的，老板娘看她可怜，就给她两个面包和一杯水。这个公主一面吃，一面的说谢谢。另外一方面，她真的不晓得怎么样来感谢这个老板娘，所以她就将她的项链取下来，放在袋子里。吃饱了以后，她就把这个项链送给了这个老板娘。这个老板娘好兴奋地拿给她的丈夫看，一看是两颗大大的珍珠。这个丈夫看着这个亮晶晶的珍珠，就对太太埋怨说，哎呀，刚刚你多给她几块面包该有多好。圣经告诉我们，有给人的就必有给你，施比受就更为有福。神会祝福你，神常常透过你的手要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给他们温暖，
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觉得生命有意义，给他们物质，让他们感受到自己不是被遗弃的。今天你是不是愿意让神这样来使用你，成为别人的祝福和帮助？当我们怜悯别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期待别人一定要加倍的奉还来报答我们，而是我们愿意这样帮助他，这样一颗怜悯的心，说的是一个人在他的里面，他有着上帝的爱，他用上帝的爱去温暖每一颗冰冷的心，如此爱就因着你我遍传在各个地方，神怜悯的心肠也会因着你我更多的让人可以感受到神会祝福你所做的。也许你不求回馈，可是神他仍然愿意加倍的赐福给你。一个怜悯的心是属于上帝的心，是拥有像上帝一样的心肠。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都可以拥有一颗怜悯的心，用这样的心肠来帮助我们周围的人。